这样撞气囊都没爆，那还有什么情形才会把我给搞？指着爱车前头保险杆撞坏，水箱罩车牌也凹一大块，车头变得里里拉拉，撞击力道不小，车内安全气囊却没爆出来，害车主破了相。为什么安全气囊不会爆，而且是正面撞击，然后造成我头上这个伤口那么严重？幸好偏了一点，否则我今天可能是一只眼睛瞎掉。驾驶指着脸上伤势，当时眉头撞开一个大洞，差点伤到眼睛。还原当时车祸，1月18号凌晨2点，两辆车在路口停红灯，宋先生疑似晃神，直接从后方正面追撞，完全没刹车，夹在中间车子几乎毁掉，安全气囊却没出现，脸部重重撞上方向盘，导致缝了14针，还变成熊猫眼。好像没有安全感，好像觉得说他讲的功能那么多，那是不是他的安全根本没有这个保障，是他虚拟的。车长表示，安全气囊没爆有很多因素，未必爆了就是安全，但个案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。所幸车主眼睛没有遭殃，但行车安全恐怕还是得要多加注意。记者黄祖华、王成伟、周冠展桃园报道。